给大家三分钟时间，我们会议室集合，开个紧急会议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就投票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。选 A 的举手。选 B 的举手。选 C 的举手。平票呀，那我们今天就菠萝炒牛肉、水煮肉片、小炒肉，三个都吃。那咱们开会的意义是什么？看企业文化。起锅烧油，先把葱姜蒜小米辣爆香，把腌好的牛肉放下去翻炒，再把菠萝放下去一起翻炒，老抽上色，加入葱段，把牛肉盛出来。池池，你去帮我把盛农新出的火锅味手枪腿拿过来。手枪腿来了，哎，你放这吧。盛农这个手枪腿真的特别的大，全程零激素氧，安全放心。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都能搞定，180度，15分钟就行。我们再做一个水煮肉片，先把干辣椒和蒜炒香，再放两块火锅底料，炒香以后加水，再放一点生抽，再放点蚝油，放点盐，放点鸡精，把这些残渣捞出来。再把豆芽烫一下，再放千张芹菜倒下去，配菜捞出来，再转小火把肉片下下去，再把肉片捞起来，你再把汤倒进去，放干辣椒和花椒、蒜末、葱花，再放一点点辣椒面，铺上花椒油，最后撒上香菜，做一个小炒肉，起锅烧油。先把肉片倒下去炒一下，再把姜蒜倒进去，再放一圈生抽，再来点老抽上色，蚝油，再把辣椒倒下去，再放一点点白糖。鸡腿熟了，我们把它夹出来。快来吃饭吧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快盛饭，盛饭！我要吃这个新品，这个是火锅味的，这是原味的。他们家的这个个头就是大。哦，那个汁水喷到我鼻子上了。他们家这个汁水超多，好吃吗？麻麻辣辣的。对，那个火锅味，哇，这味道我喜欢的。像池池这种胃口小的，应该一个就能吃饱了吧？这种味道的话，应该一个也吃不够。哇哦！它真的有股火锅味，那个麻，喜欢吃花椒人会爱死。